有个也不，这种有个邪教雕像啊。啊？嗯？邪教雕像？嗯、这里一直都有、啊，一直都有啊。哪里？上次就有了。呀！哇、哦！哎呀！哎，他没事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死了，好猛哦、喔，撑好久、喔。有啦，我还打了一只哎、欸，我还有魔物猎人。被打死一只。哦，他这里改良嘞、欸，他改了，比较不会踩到了。嗯。好，我进来。看一下。哪个？我重进一下好了，声音哪个？哦哦，闪烁暴风，哇，好帅哦！等一下，中式吧？没有吧？你可以直接把人家丢进去啊！哦，是帮忙巧克力设计的啦！哦，是这样吗？可以直接 TP 下去给他，这样。哎、欸，它这里面的绿色阿友部分也是鼓励他，你也是被波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它里面的样子也是一只鼓励怕，大家都在那边招鼓励怕。啊，打雷很大声，打雷很大声啊！悄悄没开麦克风，记得提醒一下，就会自己爆炸。重开一下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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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很享受这个过程嘛？哪有啊？门本来就没开心的不得了。等一下，谁啦？哇，欸、允月，你真的很想要哎、欸！不要啊！原来你是这样的性格啊！我干了！好 M， 又死了，又成功开发一个人了。干什么？哇，这样以后小雨可能就不行了，允月要跟你抢饭了。我可以不要啊！新点 8.6， 对，新8.6，帅！啊，这个辅导创意它就全新的更新了，主要呢有很多的优化啦，像上次放了很多后续比较lag，它这个都有优化了。太好了！然后，这个地方也变得比较不会让人那么容易的踩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看一下哦。看一下这在哪里哦，辅导相关的设定，这一次呢还有场景的改变，哇，场景，因为我也没有点过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好啊，推荐结束积分10000分，飓风和屁啦，飓风感觉比较特别啦，我觉得先对啊，先一般的一点，就是追风神域感觉好像还好，看不到了，没关系，太急了，我要出来，按了之后，有什么改变吗？这个灯亮起来了，应该是有吧？灯亮起来，那外面那个呢？外面的，所以是开始的时候吗？还就是说踢到别的地方，还能开下，错综复杂。因为这边大家也可以 TP 过来，你们要飞哦。他这一次新增了这三个地区，对，但我不确定他是会在中间还是我们自己的家啦。这很大块呢，对，非常的大，哎，就可以让大家去做选择，神域的不同，它这更新也跟的太大了吧？更太大吧？超强它这个神域是我们要建造出来，还是说它本来就会产生的、啊？就是可能我们要试试看才知道。是、因为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主导会改变成这个啊，可是感觉好像又不是。好，会不会是变中间桥面这个啊？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改动实在是
太厉害了，我这个凡夫俗子的智慧无法悟透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好猛啊！这只是一个小更新吗？这是改版了吧？没有、啊、改版了，跟2.0的一样。对，都流行说小更新有没有？小更新，然后就多地图了。就在开场的时候可能会卡一下，对，反正我们到时候就会知道是到底是自己的岛会把改变成那个。还是中间才会产生，好啊，全新地图，对 NPC， 我觉得是主导哎、欸，你看它旁边有那个啊，地狱、啊、还有那个哎、欸。地狱砖啊那些，然后他现在就变得真的是非常的客制化了。上次的那些辅导的购买啊，不是有限制次数吗？现在都可以去做自定义。比方说像西瓜神殿，你想要无止境的放，哎、欸、也可以。好，对，但我觉得就还是先按照他的预设，我觉得是还不错的。好，他自己做岛有他的 buff 哎、欸，有效果、欸、有吗？有，他说熔岩岛 buff 效果最多，然后这个神殿这个会加分，然后他分数可以加很多啊，上面很多对了，然后听说河谷中间会有很多的风，很大的风，他这个风吹非常的高度智慧，所以我觉得先用预设吧。这会不会就是刚刚选地图，它中间会额外出现的岛屿啊？哦，或许感觉你说下面那个那三个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选地图吗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选的就是那个绿宝石的，先玩玩看那个绿宝石的，叫做追分神域。好，这个太帅了！隐藏着一步登天的方法，推荐积分是10000分。哦，因为分数可能会直接拉，因为很好拿分的关系。好，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好，我们就不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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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任性了，太任性了。伊晨知道怎么玩吗？当然不知道啊，干我屁事，再不看他。行，没关系，玩了就知道，玩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你的队友会负责跟你解说哦，看你的人品问题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你。对，然后他现在顺便说一下，他现在有新增，就是当空桥产生之后，有一些限制的岛屿，它的次数也可以增加。比方说，原本西瓜神殿只能放一个，那空桥产生之后，它可能就可以放两个。哦，对，空桥消失嘞，放满，全部放满，给我放满西瓜。就是随着时间的经过，你原本限制的岛屿会慢慢的增加。哦，对，可是这个我不太知道它是怎么做调整的。好的，应该是调亮灯吗？所以我自己是觉得，就是按照它预设啦，它有一些会增加。西瓜岛好像是目前是不会增加，所以就是都只能放一个。对，但是像绿宝石啊、追分加分的祭坛，好像之后可以再变多，反正之后就可以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铁定的那边仓库也可以稍微看一下，仓库也可以放铁。一开始的那些限制的岛，因为上次某一个奇怪的生物就是说不希望用彩的，所以马上更新成直接用仓库购买。好，小雨满意了吗？可以。原来是奇怪的生物，8.6生物。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，分队。分哦，有啦，不用动，没问题。那一拳有问题，你问20，他都会告诉你。那我就跟在20后面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是，20交给你喽。200，拜拜。你用台湾听话的。来来来，走。铁路要动哎，哎呦，来啦来啦，没问题。这次我参悟了很多了，有战法，有战法，好不好？有什么战法？啊，主要还是先进去看看到底那个会如何。好 ，OK。开场也许会那个一下，嗯，那就来喽。开始在繁星踩下去吧，喂。Go！ 哎，踩下就出来啊！没有，他可能在有没有？他上面在写，在制作中。来了，有了，走，所以有看到那个特别的神域吗？我
中间啊，中间，正中间，中间吧，中间吧。哇，有了有哎，好大，赶快去买东西喽！太好了，哎，我所有的战法全部都没办法用了。不是，他中间原本是桥啊，变成这个，你的一些想法就没办法。啊，没关系。怎么买啊？把铁先存到仓库里吗？这边可以存。哦，对对对，这里，对对对，有他们有在存，他们知道。好，轮流存。那还是一样，第一个先放那个吧。我没买压力板，我先放那个吃的在中间。好好，你放吃的。全部都给你们了。那我放绿宝石。那个。他自己可以先买一下那个西瓜神殿，不过我觉得先还不用放。我有点不想买哎、欸，很重要啊！哎、欸，还有人有铁吗？我们都把铁全部都存了。哦，可以领，可以领，对对对，可以领。他一直留着，有，我要买那个触发。有，我买了。我也买个触发。Okay, 然后现在核心都变成只有那个喽，统一的，统一化就不会放错了。哦，对，这样简单多了。来，我们要不要先直接往前冲啊？我要讲直接往前。好啊，好啊，用铁去买那个小岛，直接拿那个分数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在右边放绿宝石。投入岸，出发！有有，产生。十个铁，哎，几个可以那个啊？忘记了，就是绿宝石会自动收的。二十个铁，你可以买一下，我打字跟他们讲一下。小核心都统一是20个铁，我买一些桥，等下直接连到中间去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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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现在买了两个绿宝石，它现在绿宝石只有两个。哎，然后附魔的要先换吗？嗯，成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我们是红队，把铁丢出来，冲！准备，冲！巨币哦，买一个巨币以防万一。哎咻！我连到中间了，这么快，我过去。所以中间会有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还没看到有什么东西。嗯，哦，它有几个黑曜石的地方，好像是要放核心的。放核心吗？说不定是加分的。哎，家里的铁，买核心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干脆先用巨币把这里给挡起来啊？好啊，好啊。我那家里的改买巨币。刚刚他们现在还有两个挡得住吗？挡得住吗？巨币要几个？十个嘛。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了。没有啦，一个几个铁？十个铁。有，我用巨币挡了。旁边左右还可以再挡一个。对对对，要三个巨币，三巨头就可以挡了。来了，前面，巨币跳到高台，他们在放自己的核心上去吧？对啊，那个有觉得，有没有那个一般的路？一般的路，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。你给我，这边，还是你身上你可以死吗？巨币前面要放，巨币的前面吗？啊，可是我们也跳不上去了。因为你看这边放巨币，他们在前面放跳台，其实就是他们上得去了。所以现在还要买什么？对，我有跳高。所以，繁星，你放了吗？巨币啊，还没。你放了？放了。他已经叠上去了，现在只能启动它了。好，那就没关系，放了就启动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繁星，等一下，你每次都这样啊！来，这边我放一个跳的，好不好？这边放一个跳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上这巨币。OK。对，还有人有买GB吗？几次啦？没有，不够了。他们核心放放看会不会加分？好，团团那边也要放一个东西，他们放跳的。放跳高。啊，我不想掉去了。哎，有，我们分数再加三分。好。哎，现在其实两边已经连到了。对，超快。两边已经连到，所以可以偷袭了。啊，我去偷，我去拿稿子。家里我们有存一些那个绿宝石，绿宝石有。哎、欸，绿宝石不拿来那个吗？加速资源吗？不是，现在可以破坏核心了。好。小雨来，小雨到了，快到中间了。好，行。我在箱子有放一些镐。